佩奇在等他最好的朋友。大大山腰，你好，大大山腰，你好啊，佩奇。大大山腰，来找佩奇玩了。佩奇喜欢大山腰，大山腰也喜欢佩奇，他们是最好的朋友。佩奇，你为什么不和佩奇在你的卧室玩？好的，妈妈。乔治也想一起玩。大山腰。佩奇的喜欢在佩奇的卧室里玩。我是一位小小仙女公主，我现在要挥动我的魔法棒了。挑一挑大象。